以临时提案，每位委员发言一分钟。首先，请李委员同好发言。主席、诸位同仁，本院委员李同好等19人临时提案，鉴于现有中低收入户的协助是以金钱上的给予为主，虽然利益良善，但使用者可依自身的需求规划使用，可能会造成主要照顾者有金钱管理不善或分配不当之习惯，例如嗜赌、酗酒等，或遭遇诈骗以及紧急事故而有未预期的金钱支出等情况，故恐难达到扶助的原始目的，甚至无法维系中低收入户生活餐饮的基本需求。原建请行政院参考美国妇女、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计划，俗称 WIC Program， 将部分补助金额改为食物或营养券，以确保中低收入的户的这些怀孕、哺乳中的妇女以及幼童的三餐得以温饱，免于饥饿之恐惧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李同好等19人提案做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严处，请问会有无异议？无异议，通过。请廖国栋委员发言。